2015年的数据，中国生产了500亿件服装。这是时尚产业链的一条街道。摩天大楼夹缝里的城中村，这是最重要的市场。等待拆迁的破破烂烂的城中村，这个门面都没有人看。这是一个商店。排为现场，请勿穿行，别火气。看到了吗？可能你穿的那些世界名牌衣服就从这里生产出来的。可以下，这是一个加工厂，工人在做事，加工厂。
这是一个工业区，也是一个商业区。这边有很多工厂作坊，也是贸易中心。密密麻麻的房子，把天空变成坐井观天。哦，就这个幼儿园啊。这样栽着楼梯上去，就这里了。也是巨房。是这里啊？你这个学校好好好。好，你这个。这是安徽幼儿园。就这个幼儿园了啊。孩子想上学了，宝宝想上幼儿园了。在这里上学，这里居然有个幼儿园。就这里上学了，哎呀，你找的位置啊，空窝的。没有车库，没有车库，大板车间，很多打板的。四板车。房子住带暗的三间一楼，门口高的密集的地方，这是一个，这也是个板房，制板，制板是福建工业的重要的一个步骤。你没见过，我活了五十岁，我那就是我第一次见过这样的。哦，这是个工厂，这就是个生产，这是工厂的样子，有生产，有车衣服，还有烫衣服，这是个完整的工厂，大家看一下。老板生意兴隆。餐具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在观看我的频道吗？中国大陆武汉，中部最大的城市，这是一个生产区域，也是商业区域。中国每年出口几百亿件服装，也许你穿的就是中国生产的。这样的巷子。握手楼，两个像我自己的人可以握手。这是等待改造的城中村，房东直收。没想到。
我拍这些房子被拍。免费送一个姐妹自选快餐开业。你位置呢？你还打开？你没有想到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街道，却是中国时尚产业的最重要的基地之一。中部城市武汉是中国大陆最重要的服装出口基地之一。今天欢迎你。你好，你好。千年古城汉口的老城区，这些房子有的居然有百年的历史。这是一个就是这样的小微的加工厂，支撑起中国服装出口基地。干嘛？我拍抖音没什么，拍抖音。城中村的房子相对便宜，有利于降低工厂企业局的生产成本。这样的城中村有学校，有工厂，有商业中心，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。在改革开放的早期，武汉市场的产品的销售总额甚至超过广州，超过上海。当时以国内贸易为主，这些狭窄的巷子、小微的工厂，构成中国私营经济最有活力的部分。我们的私有企业
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。武汉城中村，容纳了中国最大的私有企业，最多的私有企业。这是一个古训，应该和这个社区的历史一样悠久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在订阅我们的频道吗？请订阅我们，关注我们，我们将时刻向你报道中国大陆武汉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。辛勤工作的喜汉工厂的工人，支持你中国最重要的服装出口基地。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唐装汉服的一个辅料，扣子，这是手工编织的。2015年，中国生产了500亿件衣服。叫国家给你们多发点钱，你们辛苦了。我一天又不见了，叫我在社区里调查监控都不调，前个两双孩子整个偷了。对。偷，好一台偷老板了。人多的地方是比较混乱的，是。也不敢。
上面居然晒着鱼啊！孩子们放学了。我干鸡巴真一盒了，他不懂。我干什么你们是几年级？告诉我吗？四年级。谢谢你啊，四年级，四年级放学了。快乐的孩子们，这是一个仓库。这是手工工艺，手工活，手工活。把那个毛边，把它烫一下，是不是？嗯。好，谢谢。辛苦。手工活。辛苦了。它长在房顶上。坚韧的生命。实现。这样破烂陈旧的街道，却从事着时尚产业。这是做中国服装行业的服装产业的江山。相比摩天大楼，这种低矮的房子看起来更有亲和力。不拘活理的低矮的房子
看上去更有人情味。人们互相串门聊天，走成一个社区。房子是这样盖的，有很多门没得关呢。验证着过去的繁华和今天的衰退。这些古序见证这个社区的历史。你几岁了，宝宝？你几岁了？我看你就你在干嘛呀？我在拍照片。拍什么照片呀？拍生活照片。生活照片。对。我们的生活就很好呀。你们的生活很好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你很幸福的，我看你就蛮幸福。对啊，还有我姐姐，我们今天在上学。好，都很幸福。你是很幸福的。你很幸福，我知道你很幸福。Thank you.
你可能没有想到，就是在这样的服装作坊里面，服装工厂里面，在大大小小的车间里面，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漂亮的服装，出口到亚非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这就是世界工厂的真相。你非要吃辣条吧？今天跟随我的脚步来探索中国大陆武汉的服装生产基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在观看我的频道吗？你有什么看法，请在评论区留言，请给我们点个赞吧。你要是好危险，我把它刮下来，都是我头皮的。哎，亲哥啊，我真是，我在哪些时候还活是的，是的，说两句话的，生意兴隆，老板。啊？你不帮我说了吗？你说的蛮好的，老板，你说的蛮好的，你说的蛮好的，是的。看到这种树，生命力顽强，长在砖缝里，长在墙上。这棵树像极了中国的老百姓，在恶劣的环境里能生存，艰苦的环境里工作。贫富差距最大的中国，有的人富可敌国，有的老百姓温饱都没能解决。请跟随我的脚步，我们一起看看真实的中国。至今仍然有9亿中国人年收益不过2000美元，这也是中国的真相。有9亿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生活。这是加工厂，这是服装工厂。
服装工业吸收了中国最多的产业工人，工人的收入仅仅维持温饱。拼命工作，勉强维持温饱，这就是我们的国情。这是工人的居住环境，看一下。你要比较同期的菲律宾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，你会发现中国街头很少儿童，和14亿人口大国明显不对称。新生的婴儿每年减少，人口正在下降。
买了最近啊，你不是也吃吗？还是下乡跑货？那你最近没有啊？这是你啊？这我妈都是。都是的。你说哪走？都是一样的。